今天的合作必须拿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快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快下车救人！哎，经理，对方易总最讨厌别人迟到了。不行，先救人。患者有阿兹海默症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家属去缴交费吧。哎，我不是他家属。奶奶，你有没有你家里人的联系方式啊？我一会儿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要开，我要先走了。哎，你别走，不要丢下我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不知道我们易总最讨厌迟到的吗？就你这样还想跟我们合作，做梦吧你！哎，鸽子，我今天要上班，这些钱呢，你就拿着去买点吃的。<笑>奶奶，钱很脏的，钱很脏的。奶奶，奶奶，鸽子，你去上班吧，我这没事。 哎呀，这不是我们的林大经理回来了吗？听说迟到整整一个小时，合作直接吹了。林哥，你把我们公司的脸都给丢光了。要我说呀，如果一开始让我去，凭我的美貌，那还不分分钟拿下易总？怎么了，总监？林哥犯了这么大的错，把这么大的合作都给搞丢了，我觉得他根本不配当这个经理。怎么回事啊，林哥？ 谁说他搞砸了？哎，易总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这位是？他是我奶奶。奶奶，奶奶好。奶奶也是你配调的吗？我是易氏集团的董事长王胜男。鸽子你好。嗯，你好。钱很脏的。董事长，钱很脏的。钱很脏吗？应该是很可怕才对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我了！ 我们回家。等等，回家之前你先陪我去个地方。我们决定与你们合作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但是这个项目必须由他来负责，单价由原来的100万上升到1000万。